感谢神秘人，送的礼物啊，看不失手了吧？感谢唐卷卷送的礼物啊！他怎么还吃芥末呀？吃芥末干嘛？芥末是防止他吃手的。你小时候你妈给你也用过？可以问问你妈去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海南百川啊，我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滚片太快了，没看到，真的没看到啊。没有夜场了啊，没有夜场了。他背着一个特别。